好，OK。等等，你孵到润水鸭的蛋怎么孵啊？我还不会。哦，是哦，好啊。可是不变之死，对啊，对啊，那要进化哈，那进化蛮好看的。润水鸭可以进化。啊，对，那怎么孵蛋啊？我还不知道孵蛋呢。要用百变怪孵哦。Hi Jason, Apple, Apple Jason, 谢谢你每次都跟我讲。之后的事啊。欢迎光临冰柜道馆 ,YRA。哦。哦，好，开场表演，你就是暖场秀，在道馆馆主的演唱会开始前，请你在舞台上进行宝可梦对战，好不好？哦，这是要唱歌吗？那个是哀嚎声音吗？前往演唱会哦，要唱歌是不是？要唱歌是吗？好，我要唱歌喽！我要唱歌喽！他说要唱歌，哎，哪里啊？旁边啊！哇，旁边就搭好舞台，太夸张了吧！哇，这舞台很棒，很棒，开场表演。你来了，富城软场的训练家，我的名字叫 NC Kammer， 然后是 NC Hammer， 那 Kammer， 好，演唱会的会场在这里哦。OK， 接下来要请你同时派出两只宝可梦进行双打对战，只要能打出轰动全场的双打对战，让场上刺激双倍，观众热度翻倍，现场就会分倍加倍。冰柜也会雪融成水，只要让演唱会气氛热起来，馆主高高兴兴上台，道馆测验就算通过啦。这在舞台好戏就开场咯，要是没有连赢三场，一律不准中途退场，挑战时也可要做好觉悟啊。开场表演 and 道馆测验，你准备好轰动全场了吗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好的，好的，那就不做预热了，直接开始了。直接开始。哒啦啦啦！哎呦，怎么啦？啊，怎么？各位先生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次的 Center 的开场表演秀是 YRA 带来的双打对战三连战。首先前来挑战的 YRA 的对手是小朋友，就是你，小朋友，呼唤微风的少年艺人悠漾，双打对战一加一，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一加一不是三吗？好，来对战哦！月影娃娃，哎呦！哦，先是一步兵，哇，前面两只啦，他派前面两只啦，效果绝佳，太精化，效果绝佳，效果绝佳，打木宅狗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打有效果，打他好了，可以打两只吗？他们打先打一只，哦耶，哦，暗影球。耶、yeah, ！一击必杀。好，冰一步，冷冻干燥。今天伊布日哦，我都是派伊布。耶、yeah, ，伊布日，这两只我是蛮喜欢的。冰一步，哇，伊布日，11月21号伊布日，我们先派伊布。一加一等于二，没错，没有啦，是三啦，二谁教你的？好，打赢了啦，骗你的啦。二啦，对啦，好，准备啦，
一部日派的《仙子一部》还有《冰一部》，这两支都是我喜欢的一部哦。OK， 一部万岁！对啊，卡比兽，你是要改一部的大小事了？你要我派你喜欢的一部，因为今天一部日啊，又顺水推舟啊，我故意派一部了。刚好也是我昨天抓到，昨天那两只不好打，我昨天等级不够啊。哦，冰柜舞台用的是最新技术，观众越是火热，舞台的灯又越亮眼。Come on，keep going， 保持这个气势，继续轰动全场吧。进行下一场的对手，这场的对手是调听众的音乐家贝夏米。调听众啊，哎呦，挑人啊，互补弱点变得强大，这就是两只宝可梦齐声呈现的和声。OK， 两只是不是？我也两只啦，来啦，训练家贝夏米来挑战吧，挑战，派出鬼师通和什么？和什么？为什么你那个字没有出来？你要连在一起啊？和什么？和梦妖，上马先指一步，好不好？啊哈，太进化他了。哎，我要怎么先？还是我用冰一步太进化了，等我一下。然后冰一步太进化了。好，冰一步打梦，先打梦妖。我用冰一步太进化。啊，冰一步太进化，刚才是先直播，再冰一步，哇，漂亮。水晶，假如斯瓦洛斯基有出宝可梦哦，真的可以又有这个，就看他要不要，就出宝可梦授权的斯瓦洛斯基的这个，一定很漂亮，你的那个一定会买，一定很多人买这个斯瓦洛斯基，太精华，看趁这一波吧，看有没有人做斯瓦洛做水晶版的宝可梦哦，一定有人会买，漂亮收藏。哇，漂亮呢！打赢的啦，继续继续，一步啦，哦，哦，发亮了，有气氛了，耶、yeah! ！OK， 这是天外飞来的惊喜啊！好吧，接下来是压轴的第三人，最后的对手是我。MC Comer 啊、哦，是他，主持人自己啊。主持和宝可梦都是我的拿手绝活，看我的双管齐下，把你选的团团转，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是我转你的，来来来 ，MC Comer Challenge， 勾魂眼跟飘飘那个叫什么？飘飘球，进化了叫什么？随风球。先打随风球，冷风干燥一样随风球。嗯 ，OK， 来啦！五月，都漂亮漂亮。Here we go， 冷冻干燥。Yes， 哦，随风球，然后呢？先指一步，月亮之力，帅，这两只，酷啦。OK， 我被狠狠的洗脸了。来了，哎，对啊，那个孵蛋我还不知道怎么孵，我有看到啊，我还没有去看，我还不知道怎么孵，好多木宅狗啊，什么木宅，怎么好多墓碑哦，谢谢啦，我还道馆及格啦，我及格了，炒热演唱会的气氛及格，一步万岁，耶，黄宝贤一步万岁。
衣服好漂亮哦。今天主角 ，Come on， 深情 ，Soft Rap， 莱姆 ，Put your hands up， 莱姆，莱姆，莱姆，莱，是谁啊？我不知道，莱姆，莱姆，莱姆，哎呦，哎呦，快 ，Silence， be quiet， 你们。高分贝的欢呼让我感到嫉妒，你是高兴的想哭还是乐的想跳舞？ Yeah， dance the 莱姆莱姆莱姆。可是阿嬷吗？宝贝，现在开场叫我来就不会无聊啦。让 hip hop 歌手来自女生， OK， 他只是出来一下、哦、啊， OK， 所以他主要歌手是乐场。好啦，结束了、我要继续咯。LO TOP 安安 OK， 我要去打道馆馆主了。开场表演成功，通过道馆测验了，我获得对战资格。你要挑战深情灵魂乐道啊，就是他哦，刚才那个就是道馆馆主莱姆哦。好好好，他刚才在演唱会耶，所以他是歌手也是宝可梦对对馆主哦。哦，好，来吧， Here we go。Yo yo， 噔噔嚓，扑通通嚓，突突嚓，扑哧咔哧，扑哧咔哧啊 ，B bass， 扑哧咔，扑哧咔，扑哧咔 ，OK， 那 B bass 嘛，扑哧咔，扑哧咔，扑哧咔，好不好？今天绕舌对战呢，就是要你吞下败仗。Yo， 我的朋友，输了就要脚底抹油。听我的 rap， 道馆馆主，我是个 top， 打工不苦。好、哦，我要学他啦。OK， 咚咚咚咚锵锵，咚咚隆隆咚锵。等等哦，打工不苦苦啊，来人却马马虎虎，拜个乖乖，收拾包袱回家哭哭。我是莱姆，不是什么圣母，你说我酷，莫怪我像渣掉酷。OK。趁你超逊，快从白日梦中清醒，善哉善哉，靠 rap 救你一命耶！咚咚咚锵锵，咚咚咚锵，完败惨败，说拜拜，血池不池，滴水穿石。OK， 哟，站住，节奏还没停哦，你怎么使劲啊？在扫我的兴？有啊，等着那个阿扎嘎。一秒放弃真是泄气，有志气的对手就气跑到哪里去？哼，下一个对手是你吗？开场的 baby， 你要道馆对战还是 rap 对战呢、啊？我要 rap 对战。哟哟，你这回答真是开玩笑，让我眉开眼笑了。你觉得我方式真假本不可思议吗？这就叫 rap， 趁着节奏唱出押韵的字词，交出一个充满灵魂的歌词。够浑圆，好倒霉，出门遇到立刻遇到雷，闪亮亮开了胃，只好明天再减肥，大概就是这样子，感觉到了吗？是，哟，你不过是宝可梦专家，就用对战秀出你那个激昂的劲儿了吧？虽然我的本行是人妖魂歌手，不过让我用起幽灵宝可梦，是几乎没有人赢过我的哟。OK， 我是莱姆，人称我深情灵魂。饶舌乐，让我们此出进来共鸣。So life, you so you life。哎，他用我的词啊！天哪，你用我的，你抄我的词，你是有看我频道 ？I am Andali, you so you life, YouTuber。他就是跟我一样，让我们此出进来共鸣。So life 对战就是要 feel 啊。OK， 来吧 ，Villain。那个哦，麦克风，呜、哦，要挑战了我是不是？哎呦，啊，两只来耶！诅咒娃娃跟 Mini Q， 我派出了先知一步，兵一步，双打对战我的 style， 轮番上阵超有 style， 战斗 ，Mini Q 吗？先打一只，战斗。冷冻干燥 ，Mini Q，
莱姆和蓝同学，我期待看到一场嗨炸的对战哦！呜呼 ，Come on, baby！ 来吧，太精华，我的限制一步，一步去吧。哎，韩成宇，你们玩游戏会这么嗨吗？在家里可以这么嗨啊？哎呀，小看我了，这个，看我的月亮，人冻干燥，极度干燥。哎，怎么了？哎呀，画皮脱落了，月亮之力，他的画皮呀、啊，耶、yeah ！要先把画皮倒下啦。牧羊犬，哦，学的现在太精华，有攻击提高啦，先值一步，防御也提高啦，先值一步，特攻也提高啦，特防也提高啦，哇，为什么？速度也提高，先值一步，你也太强了吧？为什么的攻击也提高？我怎么了？哎，我突然什么都变强哎。先值一步的攻击、防御、特防、连速度都高了，为什么？这个也太强了吧！来啊，效果绝佳牧羊犬，然后有效果的呀，打牧羊犬。好啊！啊，场外观众啊，啊，场外给我的、啊。欢呼哦，然后哦。是哦，这么好，战前龙源啊，就是这一只。我刚才在洞穴有看到他，没抓他。哦 ，swag，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OK， 那个台词我没看清楚，又提高了，哇，这么好哦，打赢一只就可以提高这样，哇，我看一下哦。继续月亮之力他，然后冷冻干燥，曲目就要进入 last 如果日文的话，放声呐喊 ，Cry for you girls， 哦，好多、哦，又来了，全部都出来了，哎呀，就是这一次珠子的宝可梦啦。木仔好，哎、欸，他好嗨哦！他看得到路吗？我的 DJ Ghosto 也心情大好呢。我的歌竟然能让死者复苏啊！哇，应该是我吧？太精华啦、啊！他才进战前龙源哦，我就喜欢打大的，我要打大只。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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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姆被打倒了，打啦啦，攻击提高，剩一只啦，他是在发抖的哈，特攻提高，好，月亮之力啦，就整打他啦，影子偷袭我，还偷袭，准备输吧，接招，极度干燥。它是冷冻干燥，极度干燥是衣服啊，极度干燥。Oh yeah， 酷啦！暴鲤龙学暴风哦。Yeah，PokerGo and YouTube 学暴风。好，龙之舞吗？咬碎。那、這个我都想要哎、欸，暴风啊，暴风110哎、欸，哇，暴风那么强哦、喔，
好啊，那我先把洛德先拿掉，龙之舞啦，龙之舞先不要了。OK， 忘记龙之舞了。好，学会暴风，战胜道馆玩主莱姆。哼，哼 ，Pitch 的水准天差地远，就算输了我还是兴致不减。Pitch 来 ，OK， 哦、oh.。奔奔奔奔奔 ，Supple， 耶，哈哈，好呀，我感受到你带进的灵魂，噔噔噔噔噔，真有骨气，好不好？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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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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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奔奔奔奔，要不要顺便收下能在演唱会贵宾席听我唱歌的权利啊？奔奔奔奔奔，攻破冰柜道馆冠军之路 ，finish， 全过了啦！八个道馆全过。我今天我昨天赶，耶、yeah! ！冠军之路过了，好不好？我们的冠军之路，耶、yeah! ！我在选那个唱歌啦，弯刀上，耶、yeah! ！OK， 好了好了，继续 go， 冠军之路。只要有八个道馆徽章，不管什么宝可梦都可以抓到，好不好？而且他们会老实的听话。绕舌对阵让我兴奋，高兴的见到好天分。来，我来再来送你一个礼物。我爱获得招式学习器幺幺四暗影球，好不好？我爱把招式学习器一一释放在了招式学习口袋。暗影球投掷一团黑影进行攻击，有时会降低对手的特防哦，我还慢慢听个够呢，等你变成棒完再来一回，再来这里一趟，下次我们可以 来一场 rap battle， 好不好？我会为你 good 的冒险加油的，拜拜了宝贝，耶、yeah, ！该不会又是骆驼骆驼吧？会骆驼骆驼打电话过来恭喜，我觉得会，骆驼骆驼，骆驼，喂，先值一步，恭喜，我好高兴了，棒极了。虽然之前我说一点都不担心你，但我还是看着心脏砰砰乱跳呢。这么愧是 YRA， 刚才的对战非常的耀眼夺目啊！哈哈，当然了 ，Of course。嗯，你称霸了所有的道馆了，真是辛苦了。这么一来，终于 finally 没错。现在我已经集满了八个道馆的徽章。我拥有了挑战宝可梦联盟的资格了，为了晋升到与冠军尼莫相同的冠军级别，请务必前去宝可梦联盟挑战冠军测验。哎呦，联盟测验，快看我站上同一个级吧，我们一起打一场同级对战，一言为定哦。趁着 YR 你在挑战联盟的时候，我得重新研究一下所有的宝可梦的招式组合，那么 YI 加油啊，我也会加油的。那么喜滋滋的尼莫是非常的罕见的呢，虽然他在你面前可能总是如此，大概是有了能够互相施展才华的朋友，让他高兴的不得了了吧。与好对手互相竞争，才能够抵达的强大境界，我也期待着哦。那么我们在桌台市西北方的宝可梦联盟再相会。桌台市西北方，那不就在我学校旁边？我要去学校了。OK， 桌台市。